我知道有个更好的办法，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在我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事情啊，把湿巾巾拿出来又插进去，就显得特别麻烦了啊。今天我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只是一步，这样湿巾巾就轻轻松松取出来了，是不是特别的方便？毛哥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整个新的充电器。告诉我怎么用。一个人Thank you.